备食材：胡萝卜、西红柿、洋葱、姜、普通的辣酱，还有我们的老干妈、甜面酱、花生碎、牛羊肉，只要是瘦肉就可以。有人说我们的瘦肉就这样把它打成条，打成那个丁就可以了，葱头打成丁，西红柿打成丁。现在我们起锅了，把这肉放进去，接下来再放上我们的姜，炒出香味，完了以后放点面酱，面酱把它炒熟，记住这个步骤。完了以后再放我们的这个胡萝卜，千万记住要把它炒熟了才可以。把这个辣酱放进去，多少自己看着你的，再放上一点这个老干妈，放上一点调调味口就可以了。完了以后再放上这个鸡精，还有这个鸡粉，搅拌搅拌。完了以后再放上我们的这个花生碎，还有芝麻，把它放在里边。再放上我们的蒜，蒜末把它放在里边，放上两勺香香 ，OK， 这样就可以。